bit of magic? A bit of magic? It's easy. See, you think. You wink. You do a double blink.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jump.小时候看过《阿拉丁神灯》这部电影的，一定对我现在这个造型不陌生。扮的更精致。尖化症呢，就是迪士尼所有公主里，我认为最勇敢、最正义、最坚定，总之很多形容词都可以用来形容她的，是茉莉公主。嗯，我们今天都是迪士尼的打工人，我们装了就开始吧。这个茉莉公主的造型呢，缺了一只老虎，我们公司的猫太不配合了。我现在发现去做很多皮肤护理的时候，做完之后脸会非常非常。我先上妆就各种卡粉，所以妆前的保湿非常的重要。第一步我会用到这个纽西之谜的隔离，我就很喜欢这种圆圆鼓鼓的瓶子，就看起来很有高级感。这个隔离上脸真的非常的保湿，而且上脸会爆水珠。留一下，这个上脸就会有点水光感，很轻薄，很舒服。很水的感觉，猫猫不要叫，去服帖自然，然后对比一下左脸。如果平时出门不化妆的时候，我就会只用它一个，就是能够很好的提亮的均匀肤色。而且它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你看它和皮肤融合的多么的好，就是完全没有妆感。就算我平时出门不化妆，我会去涂一个隔离，因为它是可以防粉尘、防蓝光，这个隔离就有一种素颜妆的感觉。先把这张脸上，然后再补一点脖子。然后我这个用的是2号色，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，就是我们这种黄二白，就是如果你再白的话，还有其他颜色可以选择。今天会用到的底妆呢是 Bobbi Brown 的持妆粉底液，比较适合干皮，持妆效果很好，同时都不会干。我一定要悄悄打工，然后惊艳所有人。我脸干的时候用，偶尔会爆皮，但是现在就是完全没有爆。化妆之前一定会用隔离或者妆前这些东西，只要我用了它就不会爆皮，但是我不用的话，它就有50%的概率去爆皮，所以一定要用。OK， 然后现在底妆完成了，我脖子不投了吧？底妆颜色买的是有点偏白 ，W016色号。我先把修容打上，用到的还是 BBI 的灰调的修容，这个修容真的很棒棒。下面是外轮廓的修容，茉莉公主的修容呢，整个都是有点偏古铜色调的，所以用到的还是 Tom Ford 的07色号的这个。发际线要带一点，鼻影也加一点古铜调。下一步是眉毛部分。没毛病。用到是纪梵希的这个9色眼，看网上茉莉公主的妆容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所以我就随机选了一种，先用紫色的这一款。纪梵希这个9色眼出的时候好像一共出了5盘，我觉得5盘颜色都很好看，就收了一盘有货的。下一步是灰色的这个颜色，灰棕色的亮片。用到的是迷上的，是眼线胶笔，真的便宜好用，很好上色。现在在纠结要不要贴啥睫毛，那种重睫毛一贴就很伤睫毛，但是不贴呢不够浓郁，纠结一下贴。好了，现在眼妆已经很好了，下一步是高光部分，就得画的油亮油亮，黑珍珠的感觉。不过演茉莉公主这个演员，她真的太 get 到我了，有一种属于她自己的风情的眉毛，比花若到关键时刻一定派得上用场，也实在是太闪。最后一部分就差唇妆部分，用到是欧莱雅887道的一个秋冬礼盒，巴黎之秋，她把每个口红都做得像一本书一样。151这个颜色呢叫樱桃鼠，有一点点樱桃味，很浓郁的颜色。薄涂就是红调会多一点，然后再厚涂一些。还是有点棕调在里面，还挺好看，就很适合这种有一点点御姐的妆。
好了，我这个妆面就 ending 了，换一下装备，外拍一下，我今天可以下班了。结尾彩蛋，加了给他，迪士尼安保也太差了吧，竟然把公主放出来了。迪士尼都有什么表情啊？所以你看到吗？迪士尼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家？正义。